哦，要比较凉快了哈。对。太热了，我也觉得好热哦。可是我里面是肚子不可以脱了，我脱起来。你不要脸哦！你看我挺不要脸的吗？啊！哎呦，按你阿伟，哦，这么打这么大力哦。啊！哦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轻轻的玩就好，这样玩太大力了。这样打会很痛哎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。好。你看哦，我连我这只脚也可以放上去哦。啊。哎，你要换脚，换脚，换左脚，左脚可以吗？啊，左脚放上去。可以。啊，怎么都屁股放屁啊？这样不会啊，然后就飞进去里面了。金刚，对呀、啊。什么是好笑故事？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思涵哦。那有一天思涵他去剪头发，然后他把门打开就说，老板给我一个超帅的光头。所以我们就是剪发师，我们现在要帮思涵剪头发啊，大家一起来帮他剪头发啊，剪三成和尚，你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哦，我会念经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可是现在不想念。这但是脚要盘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按下这样子啊。啊，可是这样不能讲话。哦，不可以讲话哦。在心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你们阿嬷是不是也这样？阿嬷没有。那你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？啊？哇，好，来，大家一起阿弥陀佛。嗯，谁先讲话就输了哦。谁先讲话就输了。预备，开始。等一下，谁？输的哦，输的我就要往他头上飙一下哦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嗯，哇，你看他好专心哦，他很厉害哦。哦。黄色的，可以做成老皮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厉害，我们倒数到十哦。好，到十以后就可以开始讲话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哇，可以起来了！哇，大家都好棒！哇，我发现他好专心哦，他刚刚可以玩的。啊，可是这样他读书的时候会很专心，他这样可以静得下来，哦，很厉害。来，给我 give me five 一个，太棒了，你也很棒，那你也很棒，你也很棒。我们来了，啊，哎呦呀，痛死我啦！哎呀，太大力了。哎，那个哥哥在发气球，哎，哎，我们也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哎。要答对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可以拿气球哎。啊喂！好啊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是气球哎。啊！来，先给你。